永清啊，继续来看高雄二代世界跨年的烟火，今年是第14年来举办，将要伫个跨年暝来放大型立体艺术烟火，999票，讲真侪人真有趣味哦。二代世界本身的饭店已经互注文超过90%，啊，高雄市区的一挂饭店甲酒店嘛，样样拢要互注文了了咯。这卡车有哪较慢熟吼，恐怕是订无房间。真海演唱阵容加上真水的烟火，高雄的跨年暝总是吸引真侪人来参加。今年二代世界拍算要放999秒大型立体艺术烟火，烟火台上上新的技术制定嘛，透过独家的创意设计，变出真侪多样。消息一传出来，真歹订到高雄的房间。跨年烟火秀即将迈入第14年，9月下旬率先开卖3天2夜住房专案，那目前都已经销售超过90%。为着要看10多分钟的烟火表演，民众早就甲饭店订好好势，所以不管是伫市区或者是二代世界周边，对开始卖了。后已经订超过90%，真抢手。像近年呢，高雄的一些活动都有一些巧思，让民众都觉得耳目一新。那目前呢，饭店在跨年连假期间的住房状况大概是90%多，订房已超过90%满。在25楼的景观餐厅，我们有推出跨年的个人晚宴，包括露天酒吧，每年都会举办跨年派对，因此我们的订房大概在10月初的时候就会全数订满。饭店业者推出大房专案，有的是加上关来餐点，不管是倒一种组合，若是想要去跨年的民众，若是无赶紧出门，恐惊时间愈接近嘛，愈订袂到。